通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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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了。市长，我是乔英啦。哎，乔英你好。嗨，市长，就我不小心怀第三胎了。哇，你这个议员选到一半，记住你的肩膀，不要让任何选民拍哦，千万千万小心哦。哇，这个孕妇都已经怀孕了，还有这么坚强的战斗力跟意志力为选民服务，出来选议员。这样请教一个人生难题哦。我发现我好像怀第三胎了。考试啦，恭喜啊！你觉得我这样选战还有办法继续打下去吗？继续打，我有什么关系？这个好事啊。你像那一个每一届的选举，他就升一个，所以咚咚咚咚咚升四个。嗨，叶父，我发现我最近怀第三胎了，五个月了。哦，我认为啊，哈，你就是要注意那个，不要过劳，为了你的下一代。怀孕让你更坚强的想要来选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我们台湾的社会老实说，对女性实在是并不够那个理想的，职场上就受到很多的这个障碍。为了要解决少找，而且你自己的很多的经验，可能更可以替市政。好了，我不要再跟你开玩笑了，今天愚人节啦。左营男子区唯一支持白乔英。愚人节快乐！你觉得你到底怀孕了没有？搞了半天你在戏弄我 ，OK， 好了，你加油，吓我一跳 ，OK。